高技术新产品在创业初期并不一定是好产品，这是我有经验教训的。因为新产品的话，你要开发这个产品，你投入必然多，这个市场啊不是一定很成熟。如果你投入多，你又花大的力量去打开这个市场，小公司是做不到的，这不一定是好产品。最好呢，你就跟着市场走，开始的时候你跟着市场走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良好的信誉、周到的服务和优质产品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我们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的。就是跟经销商打交道，跟合作者打交道，信誉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你讲了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，除非是那是一些不可控制因素啊，你就是冒死你也要做到。这个信誉啊是做事情的关键，没有信誉什么事情做不了啊。这个周到的服务，举个例子，我们那个保健品，我们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。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多伦多这个经销商，我可以保证你今天一个电话给我，明天货到你这个商店，这是我们保证的啊。你需要任何信息，一个电话，我们有我们的专业人员给你咨询，就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服务啊。所以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服务特别好啊，尽管我们的这个价格不便宜，但是呢大家都愿意跟我们打交道。那么优质产品当然这个是基本啊，我们这个很大的气力，很多的人力都花在这个质控上。哎呀，台面真的好像有点着急了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，钱不能一个人赚啊。刚才这个也谈到这个事情，你比如我再举个例子啊，就保健品啊，这个你们看的商店买的保健品，它其实有很多步骤的，原料、生产、包装、批发、零售，这有很多步骤的啊。如果你想从原料我就赚钱，然后转到这个零售，这个当然利润很高了，但实际上这种想法你是赚不到钱的，因为钱不能你一个人赚，你一个人赚的话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敌人呐。这个大家要明白，就是说双赢多赢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。你做在这一个整个链条下面，你做你最能做的事情啊，你做这一部分事情，如果你把这部分事情做好了，你的合作者跟你合作很愉快，你不要怕你的挣钱啊，你会挣很多钱的。就是一定要钱不能自己一个人赚，你给经销商一个东西，你要给他们留足了利润，如果你给他们利润很薄的话，他是不会推销你的产品的，这些是都一些细节的事情啊。另外就是那个给我一根杠杆，我可以移动地球，这个就是刚才北真讲的那个意思，就是你自己力量是有限的，你不借助外力的话，你是很难做成大事情的。这些外力，那就是一个是资金啊，一个是人才啊，一个是思想，也就是伟珍刚才讲的，如果有这些东西环境都来帮衬你的话，你这个事情会做得很顺的啊。不要你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啊，这个也不管外界啊，不有一个这个关系网，一个合作网，你自己做的事情的话，你做的这个很复杂，很难啊，很难做好这个事情。那么到了2001年，我们挣了一些钱啊，我们马上就想到，就是说我们要开发我们自己产品了，我们不能光卖着人家产品了，这就是我们目前 BEC 的这个系列产品啊。同时呢，我们融资了啊，同时我们呢开了这个保健品的这个研究工作，这样慢慢我们把这个系列产品就做出来了。融资我刚才这个补充一下，伟珍刚才也讲了，就是融资很重要。其实很少人啊，目前这个咱们叫做这个不是太正规的融资啊，他看的很少看你这个项目啊，他主要看你这个人啊，他觉得你这个人可信，你这个人他觉得有能力，他就投了啊。这点我是有经验的。这个融资的人是一个当时一个投资移民，所以现在这部分钱也很多啊，你们这个。